会觉得超实用。来，你们在使用 Chrome 网页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应用程式，麻烦大家在这里点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好文件？就直接点进去就好了。然后他又叫我，他又叫我再登录一次，这次应该成功了。好，你就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。成功之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 Word 的网页。好，这是我待会会跟大家介绍的，我使用的学习单。开个空白的文件给他们，这里可以做什么呢？这里也可以像刚刚那个 AWW 一样共备，然后共同扫资料。等一下我就会请你们，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做这动作。好，新增一个，这个跟你平常在那个你的电脑里面使用的 Word 一模一样。这个是我做的学习单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那个不行，偷偷打。
扫进来之后，就可以把你看到的东西打进去，或者是你可以用语音输入。然后看完影片，我觉得看了影片，我发现接下来我可能要怎么样，就把你看到的东西直接打入学习单里面，直接打入学习单里面。好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留在原来的这个网页，或者是。
这样小朋友就会把他有兴趣的东西写下来。你先试试看，把这张小朋友好吗？好，所以小朋友记得在一边看影片的时候，一边看到把你有兴趣、觉得你想记的东西记下来，你看到了。在今天也预告，妈咪带你的一系列活动将进入最高潮了。看新妈用尽十八招，今天来到万和宫，而早苗万和宫妈祖已经出现，跳进南屯几个里，再一个透过镜头来感受真实的地方民俗神事。农历三月二十，距离妈祖圣诞还有三天，跳进仪式热闹展开。哦，欢迎你到我们万年的全体麦克风。没来招手，对。哎，就很好啊，当然很平安的，很好了，大家都很喜欢，都很高兴。受邀绕境，一早八点先来到南屯里内大街小巷。万和宫妈祖创办，清一色由女性所组成，特别有看头。农历三月封妈祖，活动越接近妈祖圣诞，越是进入高潮。看新妈绕境十八庄，下午来到万和宫，地方盛事大串联。啊，上回就是在南屯，啊来南屯的时阵呢，是干经过尔。所以南屯区所经过的所在，五福路里、南屯里、三星里、大兴里啊，等等吼，经过所在啊，因为伊敢若经过尔拢写，所以请南屯的万和宫的妈祖啊去祈福利啊，求咱所经过的福利呢，大家拢平安健康。原台中最早发源的地方里头店，万和宫是地方信仰中心，迎接妈祖三。